近日，台湾歌手罗志祥在微博上晒了一张美女照，照片中的女人留着微卷的蓬松长发，露出右半边的脸蛋，对着镜头魅惑的微笑，乍看上去还以为是罗志祥男扮女装的照片，这一难怪他忍不住开玩笑写下，这是我5年前帮女性杂志拍的发型照片。经过仔细辨认才知道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乌龙一场。据悉，照片女主角其实是位日本嫩模，但其脸型神态与罗志祥简直就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罗志祥凌晨发了这张照片，不少网友看到了忍不住惊呼，天哪，这不就是罗主任吗？也有网友被吓到，吓死，我还真以为是嘞。话说这妹子这角度也太像你了吧，罗娘娘。甚至有网友说，你不当女人真是太可惜了。记者发现，很多长相清秀的男明星，如果被 PS 或者打扮成女生，都堪称惊艳。林志颖和刚出道时的古天乐等人都能达到这种效果，他们的女装照被众人追捧。此外，中国男星与日本女星撞脸的现象也比比皆是。之前就有不少网友发现，刘德华、周杰伦等人与日本某些女星长得出奇的相似。